今天早上，二婶把三块小苹果吃完了。太姐，那被吃太好了。哇，二婶把水果吃完了。可可爱出来晚了一步，一块没吃上。爷爷生胖气了，先跟竹竿生气。他生胖气了。再跟妈妈生气，最后跟自己生气。相当的有个性。你看那个妈妈来，妈妈来玩。刚才妈妈把他揍了一顿，现在他要报仇。哎，熊孩子，好心痛二顺妈妈。完全是个小婆皮了。